那时候在想啊，如果兔子问我说他跟我妈掉到水里，我会先救谁？我就说，当然先救水里啊！哎、欸，被掉到鱼钩很痛哎、欸。哈？啊？钓啊，钓鱼的钓啊，掉到水里。哦。该说什么好？卖公尾啊！卖公尾啊！卖公尾啊！你想我是卖公尾啊？我会游泳，我也会游泳。好像你不会游泳，你妈会游泳。我不会游泳啊，搞不好我妈会，我不知道啊。她跳下去，反而是我们要救她。对啊，反正掉下去就知道了嘛。你不要乱掉。我想做的是这个啦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做八七哦。然后我可以做、哦、啊，还是这个留到再做，要留到录影再做吗？可恶，这很棒哎、欸！已经做了，来不及了，叫他们自己来补记录档。在录影再做一次，然后叫他们来补记录档。然后我就说。讲完片头，我说礼拜日的时候有一次直播，那就是把船给整顿了一下之类的，想看的自己来看咯，对对对，然后附上清单连结，对对对，我想好了。是啥？哦，什么？打双等鱼啦。哦。所以这才会因为射十八。成人影片啊，啊不是成人影片，要跟他讲，这才会设成人观看。你看一堆听不懂的，长大才听得懂。哎，我要先存起来了。烤鲨鱼肉，成人影片。存一下好了，完不见，会哭哎、欸。来，我们去破一下哈，我想把它再扩宽。噔噔，哇！哎、欸，这只鸡，我真的想讲这个鸡腿做的超逼真，超好吃的。你看，不是啊，不是这个啦，这个现在是真的生肉做的超级像。那、啊、等它烤熟之后，我本来那时候想要特写，说这个好好好吃，就忘记了。这做的超像，你看水里有没有这光泽？这个鸡腿，你一定要这样吗？盖大一点的储物箱哦，我知道啊，我有做，我解锁出来啊，那个啊。可是你看一下它要什么好吗？它要什么好吗？我没有啊，我现在。我现在连熔炉都没有哎、欸，大哥，大哥，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吗？烤太久了，放里面啊。而且我最近真的怪怪的，到底说刚睡醒，应该吃得下东西，可是我吃不下。我五点起床到现在完全没死，好可怕、哦！我是不是快死掉啦、啊？你这是乱说，听不懂吗？我是不是快死掉啦、啊？你没有没有啦，不要乱讲话啦！你干嘛很紧张？我有一次问，有一次兔子说：“如果我走的话，你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再找一个啊。”他说：“不能乱讲话。”我说：“靠，你先乱讲话的吧。”我说：“好，那我死掉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就守活寡啊。”我说：“你守得下去？你才几岁而已，守活寡，你是白痴吗？”
我讲真的啊，而且你看布布怎么办？就跟他讲说，他们有爸爸吗？你要他当一个没有爸爸的小孩子吗？有什么关系？哎、欸，单亲家庭小孩子要嘛叛逆，要嘛就很成熟，选一个呢。你看布布，从小就叛逆。还有他对我很好，他只对你叛逆。那就对了啊！他又说干嘛在意这个男人？他抛下了你耶，哎之类的、啊，有没有？我傻眼。我把布布的心声都讲出来。我才不会。不行，我们要过去了。我飘飘飘飘到另外一方，算了，好吧，我们随缘了 ，See you。嗯，看一下哦，还可以做什么？可能，啊，扔扔扔，放哪里？嗯，哇！我现在逆风，糟糕，这样子，这个就这样子，它就会往那边飘，然后就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就不用滑那么辛苦了。还可以走，我以为这个是要铁的东西耶，我不知道。来来来，我们过去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样就很顺了。你有找到威尔森吗？没有哎、欸，真的威尔森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椰子吗？排球吧，不会是椰子。哦，我以为是椰。对啊，而且这游戏的风向有点怪怪的，你看，哦哦哦，慢慢飘过去了，那还是要靠滑的咯。哎，我们滑滑看，嗯，有风啊，有路安。搜一下好了，我们滑过去。不急不急，慢慢来。哎、欸，我去，我刚刚身上是不是很多鱼？我要重做钓竿了吗？滑水还是滑木头？哇塞，你来做这，你来做游戏呀？我买，我买来玩，到时候就来开始追追你。布布一定会嫌爸爸笨。划船配这个音乐太搭了吧？我不知道、欸，然后刚好跳这一首。感谢小西点，晚安。好啊，去睡去睡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在逆流，就在逆流了啦！哦，看一下，好，
在旁边。哦，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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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懂了。晚安，感谢小起点。这种办法跳上去吗？以现在，我觉得这有点高哎、欸。好啦，我们先再继续钓鱼吧，鲨鱼也没了。哒哒！哇塞！好像。通知看看有没有叶子吧。叶子不够。哦，行行行。再盖上去一点。对啊，只能这样子啦。可是我怕之后用木头又不够啊。很怕呢，超缺木头。盐焗海鸥送头，拿木板充饥，好吃哎、欸！拜托，你看长那么像饼干，是我也吃啊。好好好，可惜可惜，他就不是我、啊。这杯真的假的？你们喜欢我这种歌哦？嘟嘟嘟嘟嘟。疲倦，好烦心。期待明天的影片，好啊，期待啊。我今天就是收资源啊，跟只是做这个东西，应该就不会再做东西了啦，那个留到影片再做吧。因为，哎、欸，这真的很方便哎、欸，不用一直滑，是顺风啊，不用滑的，啊逆风就九妹的 BGM， 哎、欸，其实我没看九妹的影片哎、欸，因为我觉得不是啊，我对。游戏比较有兴趣啊，他都是开箱或是吃东西、玩东西的，我就还好，比较喜欢看游戏的。但我还是会看一些大陆那边玩游戏的影片、游戏视频啊，因为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嘛。九妹的我只有看有关菜渣那些，像卤肉饭还是什么的，那个时候我有看啊。
我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没有把这个放在一起。